個節目唔單止越講越掂啊，仲要睇越掂，越做越掂啊！得係嘛？係啦。喺開始之前咧，先介紹我哋今日嘅兩位嘉賓先。冇錯冇錯，就係來自我哋廣東嘅名嘴魯幻天花。仲有我哋靚女啊，粵語精通嘅，自己介紹唔知要唔？sorry， 哎呀，冇錯，你介紹下自己，你叫咩名話？君麗。咁我哋兩位嘉賓應該介紹翻兩位主持人啦，係嘛？掌聲歡迎陳堅紅，堅紅哥。君麗。同埋呢位打遍天下無敵手，唉，廣東省全部見到我都寫我隻手。遠勁單單啫。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係鼓勵我哋好多喺廣東生活嘅講普通話嘅朋友咧，大膽講，開口講，包括上我哋節目嘅每一位勇士啊，唔使驚噶，我都講成咁噶啦，我都夠膽嚟你度做主持，有咩好驚噶？冇錯，我俾一句你，玩住魚腸見到魚腸，鞠躬魚腸唔見咗啲魚腸，你叫佢死嘅啫，咁即係我有句。我有個簡單啲嘅，糖乾姜放上雙上炕，雙上炕乾糖乾姜。你要死啦！你呢句仲簡單，我好像走錯演播廳了，拜拜。好啦，我哋再次掌聲多謝今日兩位嘉賓，阿堅紅哥同埋阿丹姐嘅，請就位兩位。電視機前嘅觀眾朋友，如果你想參與我哋嘅節目嘅話咧，就可以登錄以下呢啲合作嘅媒體啦，裡面有更多嘅視頻同埋互動。哇！即係要加你人工啊！呢句話講得咁流利啊！次次講完之後，我成聲汗。如釋重負係嘛？成聲汗啊！好恐怖啊！好啦，咁啊睇睇我哋今日即將登場嘅四位選手，佢哋都係勇者嚟㗎嚇，上嚟挑戰佢哋從未接觸過嘅方言。OK， 睇睇第一位參賽者嘅 VCR， 請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汉天。从欢听我是一名职业旅行家，然后现在去了58个国家，这样的经历让我其实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事物跟不同的人，然后我的性格也是非常的热爱自由，热爱阳光，喜欢跟不同人打交道，然后喜欢每个地方的一些特色的比如说美食啊，或者是一些文化啊、历史啊，这些都是非常让我着迷的。爸爸妈妈其实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我爸是马来西亚，我妈妈是印度尼西亚，其实对广州还是很多方面还是挺陌生的，同埋一啲 slang 叫做咩啊，俚语其实我都唔明噶，希望这次节目里面有很大的收获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曹汉天哦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曹汉天。OK， 浩天，简单介绍一下你行过几多个地方啊？今年到58个。58个国家？系国家。哇耶！使几多钱啊？唔系，因为而家我其实个职业就系环球旅行。你职业系环球旅行？有一个网站啦，睇到我写嘅 blog。系。好好，哦，即係等於係類似話你嗰啲係遊歷嘅心情啊，心去到每一個地方嘅發現啊，係啦，咁咧就分享出去，就發上出嚟，係啦，然之後咧等好多個朋友了解到當地嘅風土人情啊，各樣嘢咁。係啦係啦，我哋掌聲歡迎阿漢天先啊 ，OK， 一個非常有為嘅小朋友啊，小伙子，今日帶咗啲咩朋友過嚟？我個小伙伴喺呢。小伙伴，係啊。嗨！睇下我哋兩位嘉賓。打個分俾佢先啦。堅紅哥你嚟啊呢次。其實咧，你啲粵語都相當標準㗎啦，暫時抽成唔到幾多咩嘢。我本來咧就想俾你1500分滿分嘅。哇！但係唔好等住，但係咩咧？我好憎你一樣嘢。係，我都憎。你去過個國家比我多，所以我要扣你1300啦。扣咗200分。扣你1300分啊！扣你1300分 ，OK， 揸住1300分接受我哋第一次嘅挑战啊！第一关答得快，好世界，每位选手喺30秒时间入边作答，会答到一题得100分，答错唔扣分。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拗叫，争吵，啱。滚搞，过。发噏风，说疯话。发疯。
乱说话。啱，肉赤，肉痛，紧张，肉赤，肥啦，不，装假狗，就身上是东西是假的，错。吓？广州话讲得咁好，但系其实我真系好多。我话你听，答对咗两题嘅啫。佢嘅问题边度咧？佢明呢个单词嘅意思，叫佢翻译成普通话标准嗰个字，表达唔出嚟，佢就讲唔出啦。佢最大嘅问题喺呢度吓，唔系佢唔明白。比如啊，滚搞就是我打扰你啦。哎呀，对唔住，滚搞晒。比如你去到某个国家，去搵你第56个女朋友嘅时候咧，同佢老母就讲对唔住阿姨，滚搞晒。即系 excuse me。Something like that, something like that, 咁就 excuse me, anyway 啦。跟住落嚟咧就到肉赤，肉赤係你嘥咗好多時間，我都好肉赤嘅。很緊，很敏感。不是，很心痛。你見到你第57个女朋友吉親隻手指仔，滴咗一滴血，你就會好肉赤，你很心痛。You know, okay, 就係心痛啦，心痛，心痛啊，肉赤。最後一個咧叫裝假狗，不過呢個你可能唔識嘅，我覺得你都唔似係裝假狗嘅男仔，佢就知啦。裝假狗，因為好多男人喺佢面前裝假狗，裝蒜。哦，我知。裝蒜。其實啊，香港人咧裝假狗咧就要咁，係啦，冇錯，我成日裝模作樣㗎，我哋就成日話啲人嘢裝假狗嘅，即係啲嘢假嘅。哦，即係唔係真嘅？唔係真嘅。哦，係，所以呢個字其實幾廣泛，係一個泛義詞嚟。係，即係當佢對，應該當當。俾多一題啦。好，題300分。嗯。加頭先嘅1300，就即是1600分。恭喜曬漢林、洪天啊，許前，請睇我哋第二位朋友嘅登場，請睇 VCR。Hello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琼，来自湖南，我来到广州有十几年了，我是唱民歌的。其实我的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是在我的星海音乐学院度过的，也是在星海音乐学院我接触到了这个粤语广州话，在广州生活工作学好粤语是必不可少的一门功课。我刚刚跟朋友学了一首歌《雷的天哈》，我唱的准不准？冇，我上去聽到最尾佢話：你係燈姐咩？佢話有工作證。佢話聽到好人燈啊！佢話有工作證，工作證咁樣。咩工作證？佢頭先係一句係咁嘅。燈頭有山水，有工作證，係咩？唱民族歌啦，民族唱法入面咧，經已打拼咗一段時間啦，對自己喺呢個演藝啊，喺歌唱事業上面有冇啲咩新嘅目標同埋追求咧？我出咗一張專輯。两张专辑，一张还春暖花开怎么说？春暖花开。春暖花开。我哋唔好纠缠喺度啦。跟住两张专辑叫咩名啊？美丽东风。两张专辑之后会不会有些什么计划，有什么目标呢？现在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啊，我希望通过我的歌声，然后呼吁很多的朋友去做我们的这个公益事业。谢谢。比如呢？关爱留守儿童。哦。留守儿童。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推荐一下，关爱留守儿童是我们现在当务之急，大爱在行动，请留意百万宝贝。哇
多謝多謝。好啦，帶咗邊啲咩朋友過嚟幫手啊？好多粉絲團。粉絲團。粉絲團。好啦，咁我就歡迎啊粉絲團啦。粉絲團。兩位嘉賓，帶啲分嚟用下。1300分。哦，多謝。哇！多謝，揸住1300分在手，希望等間我哋啲單詞咧可以再答多幾個，咁就拎多幾百分。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朗口。漱口。啱。拍得上喎。比上。啱。筍嘢啊。筍他。錯。膊頭。過。落曬力啊！落力。努力。啱。黑人憎。讨人厌。哇，讨人厌。好啱。攞便宜。讨便宜。啱。蒙对了，百分哦，几好喎、啊，仲高过嗰、那个。笋嘢系你我广东话形容呢个物品或者呢件事非常划得来，哦，就价格很便宜，他就会说笋嘢啊、嗯，意思即系讲好东西。咁、哦、我成日系嗰啲房地产的那个广告，我看到笋盘啊，对对对，笋盘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什么叫笋盘啊？筍盤即係呢個盤咧，非常價廉物美啊！我保值一買，保值超值，算得埋，超值咁解。唔係真係我哋筍嘢筍盤，反正你有個筍字就係好好嘅嘢。係啦，係啦，好啦，恭喜曬1800分，前兆威幾好啊！到目前為止，我感覺上呢兩位嘉賓佢嘅白話水平咧，都在你之上。但係我嘅勇氣係佢哋之上，係嘛？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我最喜歡阿郭女士呢樣嘢啦嚇，好有勇氣，孜孜不倦，奮勇前進，係，哪怕將啲嘉賓嘅名講到七零八落咧，佢都係勇於咁樣開口去講。係，反正講錯嘅都唔係我自己嘅名字，我驚咩啫？係啊，冇錯，你先講我個名咩嘅？何何鵬啊，就係、是、你何何鵬，食咗蒜頭，千祈唔好講我何鵬，何鵬。好啦，事不宜遲。马上介绍我哋第三位选手登场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系雷水锦，我来自汕头，我是一名音乐老师。我从小就是非常喜欢那个粤语歌曲，然后也是从小就看珠江台长大的。然后我觉得粤语歌非常好听，有它这个方言独特的这个味道，所以现在我很努力的来学习广东话。我现在因为放肆动怒，一个为由，但是很糟糕，我现在迷了路。靓仔，请问一下去黄石中路点样走啊？哦，你直行，转左再转右，跟住见到第三个街口，你再转右，咁就到噶啦。诶，慢慢啲，慢慢啲，我听唔太清楚啊。左边是吗？正，你都系去问警察啦。哎呦，虽然上面的情况还会不时发生，但是我会继续俾心机。我最爱的是望着山，我爱吃泡莲街头歌，我爱吃山头街乌辣，我有连江街的卡，冰雹过吉鸟街地山。欢迎你来到望着山，一个个小姐拖两拖，一个个牛奶上好吃，一个个卤面上顶正，长粉日日吃，不会惊。七月山月梅，岁岁爱发家，菜脯咸菜黄子梅，陪人闯天下。这杯江湖地，扬名满天下。加过红过无皮过，愈吃愈上佳，愈吃愈上佳。哇！谢谢。唱得好好。刚才那首歌是我新写的一首潮语歌曲。哦，大概意思系乜嘢啊？潮汕小吃就是介绍我们潮汕啊非常有特色的潮汕小吃。好多小食，希望你喺以后嘅时光入边咧，继续为我哋潮汕地区嘅潮州话嘅歌曲作多啲努力。介绍下你伙伴先。喺我哋粉丝又系我最好嘅好好好兄弟。嗨，嚟两位嘉宾打个分俾佢先好嘛？我觉得你几有才艺，吓、啊，才艺系唔错嘅。歌又唱得幾好聽，
但係未聽佢講過廣州話咧。唔係啦，鄭察，但呢個就係敗筆咯。你講幾句廣東話聽下先。我好中意阿姐你哋，即係那個聲音啊，好有磁性嘅。好中意你阿姐。我幾時阿姐？我係咪都係港姐啦？係嘛？幾時我做咗阿姐啊？啊！單姐啊！單姐，單姐，單姐。單咩車啊？單車。唔係俾你踩㗎 ，OK？ 你哋個性我好中意嘅。我嘅個性？我咩個性啊？好純，好純，好迷。聽得懂嗎？你好賣啊！你好賣啊！我幾時賣過啊？你一講我係咩啊？賣得嘅咩？俾翻你啊！這個好賣好爽，那個聲音很有。我哋已經決定咗啦。有個性。1200分，多謝兩位，有1200分喺手啦。咁啊，瑞傑馬上嚟啦噃，我哋要接受30秒嘅呢個挑戰。OK。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心鬱鬱，心鬱鬱。錯。擺款，擺放。錯。炮掌頸，不懂。粒毛，尿。錯。輪更，輪更。錯。詐傻扮懵，扮懵弄斧。棒棋，棒球。一題都冇。心鬱鬱，心動了。你看见这个女孩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哇，心动 ，OK？ 第二个是摆款，广州话讲，你个人咁摆款噶，摆架子。哦，不是摆放吗？不是摆放。摆饭怎么说？哦，佢白饭啊。白饭吗？我讲摆款，佢以为系白饭啊，好嘢，潮州人都比较中意食嘅。炮掌颈，就是说这个人啊，脾气很火爆。这个脖子啊，就像一个鞭炮一样，一点就着，炮掌颈，炮掌颈，唔好脾气。第四个叫做甩毛，只狗甩毛啦，掉毛。我甩毛啊。哦，你明唔明白？你唔系甩毛，你冇毛啊。你都唔识用词嘅。顶佬话你系辣呢。系得，系停。跟住头先一个咧，就系我哋讲咧，啲人值班。他上完这个班，要轮到下一个班。广州话咧就好容易，好直观去讲咧，叫轮更打更啊，晚黑啲人打更。跟住有一个咧叫扮懵，就形容这个人啊装糊涂，扮猪食老虎。最后一个啦，螃蟹咧就等于有啲细嘅螃蟹啊，小的螃蟹。OK， 好啦，全军尽墨，只有揸住我哋嘉宾俾嘅1000几多？200分，胜利。哇，还胜利呢？你做什么你就胜利？一道题没答对你就胜利吗？好，请就坐，谢谢。心态好的呀，哎呀。第四位选手也是要呼之欲出，马上。某一天啊，某一天吧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某一天。那他唱成什么了？某啊，没有啊。他没有一天再见，永别的，永别，再也不见了。
OK， 我哋歡迎阿唐露光臨啊！咁啊，睇到你咧，而家主持緊一個節目叫《走讀廣東》啦。係啦。咁自不然咧，一定要接觸好多我哋廣東嘅民生百態啦嚇，衣食住行各個行業、各個風土人情、各個地區，可能你都要參與到嘅。係。呢個過程入邊係咪已經掌握到一定嘅程度嘅廣東話咧？因為之前喺深圳。啊哈。但係深圳嗰個環境就九成都講普通話。都係講普通話。所以咧就冇逼使你要去學呢個廣州話。係啦。咁既然而家喺廣州生活嘅話咧，自不然一定要掌握好呢個廣州話啦。嗯。如果唔係咧，俾人賣鬼咗，你仲幫人數錢啦。真係啊，因為我第一句學嘅廣州話，我就講嘅係唔好意思啊，我唔識講廣東話。講得最標準呢句。因為用得最多。表明身份啊。我最標準嘅係一個詞，海豚音。哦。因為咧，有一次問我一個朋友，我話邊個詞比較難發，佢話海豚音咯。我話哦咁啊。海豚音點解好難發啊？佢話好難發。佢咪話海豚音好難發，唔係呢四三個字好難發啦。哦，唔知喎，好似海豚音咧喺唱歌入邊係一個好飆到好勁嘅一種唱法。我知啊。哦。但係可能我真係理解錯咗二三年喎。佢以為呢三個字好難發。係啊。好，睇下今日帶咗啲咩朋友過嚟玩啦，睇下介紹一下。我節目組嘅編導同埋社長。咩話？社長啊。社長。攝像。Cameraman， 歡迎各位，歡迎各位。好，請兩位嘉賓打個分先。幾分啊？對唔住，我必須要對你嚴格啲，因為你係我哋本台嘅一個節目主持人，所以我必須要對你嚴格。即係你公平咁解係嘛？千二分，一千二百分。首先我俾分啦。你俾千一啊嘛？嚇、啊？我都係俾千二分啊，咁啱嘅。好啦，揸住千二分在手，馬上接受我哋三十秒嘅挑戰啦！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鴿粉。絲粉。錯。白粥。白粥。錯。蝦油。蝦油。蝦油。錯。無端白事。無端端生事。過。摸門釘。啊，摸門的釘子。錯。蓋會。蓋會。過。企喺度。站在這裡不要動。啱。眼火爆。終於有一。我仲要特登咧，你知唔知道我特登喺嗰扎稿入面跳出一個，系企喺度，企喺度俾佢答嘅。如果佢唔答，簡單啲嘅，系啊，哇！你全部唔掂喎，系啊，因為真係聽唔明咯。鴿粉咧就即是話河火，第二個白粥，嗱呢個又係會賴嘢嘅。你說他回答我是白粥，可能啱，但呢邊入邊稿咧係叫白粥咁多爪嗰個白粥，蜈蚣，蜈蚣，白粥啊嘛，點會白粥啫？白粥食噶嘛。啊！難道你錯？呢個舞台上面有一個我就得㗎啦，你點解都要犯呢個錯誤？為咗公平起見，唔應該。為咗公平起見，你俾多一句佢。係。你頭先一句唔算數，俾咗第二句佢。好啊。好。眼火爆。眼。睇見我都眼火爆啊！哦，我特別生氣，氣到眼睛瞪得跟燈籠一樣，火冒三丈。你再不打我對，我就眼火爆！我同你講。哎呀！啱唔啱啊？火冒三丈嗰類型咁樣樣嘅嘢都可以。大家既然話啱，咪啱咯，所謂啫。啲分數又唔係我嘅。該會咧就一個好特別嘅廣州話用語啦，就這個人啊，你真的，哎呀，活該啊，倒霉啊！本來這個事就輪不上你，為什麼你偏偏你就惹上這個事呢？攤上這個事呢？該會啊，哎，如果成句講咧叫番薯跌落風爐，該會。番薯跌到東窿爐。風爐。風爐，就是地瓜掉到那個爐子裡面，就活該你要被烤熟。哦。對吧？是這意思吧？你真係好叻啊你！仲有一個好特別嘅詞，佢冇答到，就叫做摸門釘。呢個又係好地道嘅廣州話嘅用語。其實呢，就是你去找這家人，剛好這家人都不在，或者這個辦公室的人都出去了，你就叫摸門釘。哦。本來想摸門，誰知道？哦，就摸到閉門羹了。閉門羹。閉門羹。哎，閉門羹咁就啱啦嚇。好啦。仲有一個無端白事。就是平白無故。平白无，但没有代表做搞事情这个步骤。只能讲系，但系咧你系好多都啱嘅，你就衰在画蛇添足。你无端白事加字仔出嚟做乜嘢？哦，
佢就啊頭先阿彭 Sir 講得最啱啊，片擺無辜就真係最啱噶啦。哦。OK， 多謝曬。原來有呢個1200分，就答啱咗兩題。係。咁加200就1400分。啊，謝謝，請諸位。一輪過後，四位選手悉數登場，馬上睇睇佢哋嘅成績如何先。曹漢天1600分，張瓊1800分，李水傑1200分，同路1400分。稍後繼續，越講越掂。